我是演什么呢？你演超人。我演超人，你演呢？他随我，不爱说话。作为我的话，我肯定是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住这种集体生活，但是自从有了家庭之后就不一样了。每次跟他待的时间很短，我也很珍惜每次跟他在一起。我的承诺就是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带他去野外烧烤，希望后面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骑大马哦。今晚我们回家玩骑大马行不？